在中庭发现了目标，所有人可就各位。 在找出口吗？ 你真让我失望。 别站起来的。
相信你，如果我们就这样一直站在泥里，它会浸泡我们的身体以及我们的精神。水具有让我们最终获得自由的力量，它代表着新生和一个黑暗灵魂的进化。水是重生的关键。 冲我来呀！
心智就像冰山，只有七分之一体积浮在水面上。我们的意识只是冰山一角，我们必须深入水下探索潜意识，才能面对过去。
有意思，你战胜了死神本尊吗？Yeah!
欢迎先生，景凤在等你。不该那样。靠近点儿，让我好好看看你。你的脸一道疤痕都没有，你的家族果然满是秘密。觉得你有机会？我相信杨一定会很高兴能再看到你。不幸的是，我认为你干掉他！冲我来啊！所有人各就各位，关闭所有。
舒服。这是怎么了？出手迅速而且有力，我们必须迅捷而。有人闯入。过来。谢先生，别把你吓尿了。楼梯。
来面对你的审判呢？上。第七小队，他在电梯井里。重复，他在电梯井里。派第九小队去，立刻。第九小队正在路上。别挡道了，我来处理。守护者，这是一个虚伪的社团，把本啊，这是怎么了？
每一种罪行都有它的惩罚，每一种惩罚都有它的武器。我父亲从来没哇，真让我失望。找到目标了。觉得你的永生会是个大麻烦。
享受死亡的苦涩味道吗？摧毁你们自私的复仇渴求。